大家好，今天我哋驗樓王嚟到荃灣西的新世界柏豪灣，呢個是一個新入伙的樓盤，對住個無敵大海景。呢度最重要咧就係出邊嗰個鋁冚又係冇膠，同埋要清潔。其他啲瓦仔嗰啲掃口咧就爭少少啦，同埋有幾個收口就未收曬，有個窿嘅，所以都要發展商去跟緊嘅。冇膠會漏水入去入邊嗰個鋁冚入邊，咁久而久之咧，嗰啲螺絲咧就會生鏽。流啲眼淚水出嚟咧，就會變咗成熟個牆身黃色啦。係啦，同埋有啲牆身有少少疤痕咯。露台咧就最主要都係啲玻璃有啲疤痕咧。露台出邊啲清潔同埋嗰啲膠全都未搣咯。如果廁所嚟講咧，最嚴重就係兩邊有啲瓦仔空心，同埋地台啲掃口要掃翻搞滿啲。總括嚟講，柏豪灣都尚算可以嘅。如果有咩疑問，可以直接揾我哋驗樓王。